些人在曼谷，现在在出门之前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女生常常会遇到的肌肤问题。那一般上女生都会遇到一些肌肤不稳定的状况，可能今天你的肌肤是比较干燥需要保湿的，可能你的肌肤又没有胶原蛋白需要补充一些胶原蛋白。但是不管是遇到什么状况都好，我们都没有可能再去买过另外一套保养品。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噔噔，它是三个不同针对性的 serum booster， 这是 collagen，这个是 Radiance， 还有这个是 Hydration。 盒子上面具有跟你担保不含防腐剂、不含色素还有香精，它是三个可以针对不一样的状况去对症下药的一个 Serum Booster。 那给大家看一下，基本上它的质地是非常浓稠的，这样子，就当它推开的时候它却很水润，很好推。那基本上这个产品的伸缩性是很强的，你可以先上了 toner 之后呢，然后再使用它，然后再上后续的保养品，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混合上你自己的精华液来使用。然后呢，我发现到一样东西，比如说你本身有一些想要丢掉的底妆，就是你觉得不好用的，你可以就是放一滴进去，然后混合，然后再上，就是把你的底妆上在脸上。它的用法就跟其他保养品一样，滴一滴在脸颊跟 T 字部位，推开然后再拍打让它吸收就好了。那如果你上官网看的话，它的产品只可以寄到 UK 跟加拿大，但是你现在可以在 Watsons 买得到哦。好啦，今天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